法。因为上文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做你信仰甲基因唯一的根据啊无？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、弥赛亚圣经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？你愿意做红山东会的会友，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要忠诚尽职，传福音，一世人归荣归上帝？你欲要安尼行啊无？长老教会是基座伫上帝的话，即使你以后所信所行，若无照教会发挥，你肯含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则的裁决啊无？关于保持教会的历史，如你有甚物失措，应该通知教会释法，唔通四处报谣，异教妨害教会大局。你欲要安尼行啊无？啊，这个时阵，咱做伙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我感谢你的疼痛，伫地平洲有设立最侪属主的教会，搭伫无共款的教派内面，阮犹阁伫信仰得到培养，阮也欢喜接纳属分姊妹啊，进入到伫长老教会，细汉伫遮大汉，后来出外领受福音，今仔日要倒转到伫凤山教会，尽伊做信徒的本分来侍奉主。愿上帝照顾伊，保守伊的心怀意念，予阮有缘为着长老教会，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尽阮的本分，互相相佮帮衬，互相相佮侍奉。愿主接纳伊，纪念伊。愿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啊，这个时阵有缘，咱要请小会员啊来接纳伊。收音机买外头吼，有缘可能熟悉，应该咱侪侪人拢熟悉伊，啊，望咱以后伫教会内面有缘啊，作为服侍主，咱拍鼓啊，大鼓咧。好，下回说。